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大家科学养宠，而不是被那些非理性的营销手段蒙蔽。山东，什么吩咐？把那些随心美什么那些破项目都给我撤了。你们看那个新闻了吗？哪个？就是密总跟一个女孩接吻的那个。啊，看了看了，你别说，咱们密总扮相好是上镜啊。对，在哪儿啊？快给我看看。看。哇，帅吧？帅。天哪，好帅。哇，好羡慕。是不是很帅？对。看。看。韩总监，韩总监。沈晨，沈晨，我是，我以为你关屋里搞什么高科技呢，我就借酒浇愁啊。酒能解愁吗？酒要能解愁，你自己把自己泡酒缸里泡死呗。那不能死，我还得给你养老呢。你不缺天天上班，人不收拾你啊？我辞职了，以后我跟甜甜没关系。为什么呀？不想干就不干了。看看，就因为这个吧。闲的吧，老沈。就因为这么个女孩儿，啊，就把自己糟蹋成这样。